邪恶行事。宇宙回复是三角。吸收哇，应该要找一个来回复我方一人异常状态，将小熊丢高高回复所有异常状态，难道是可以？然后小熊再也没有回来，喂，小熊来啊！对，使用机关枪进行攻击。哎呦，哎呦！絶対負けない。絶対負けない。結構遠くにいるみたいだね。あ、あんちゃんね。What the fuck？ 一度引くわ。ごめんよ。一旦打倒す。问号。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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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着什么啊？想剧情杀是不是？お願い、しっかりして。負けない。就算尬了也，我觉得应该是必败哦。这太扯淡了啦，什么东西啊？扯了！こんな、ひなちゃん、一回下がろう。ダメージが大きすぎる。でも、私たちが逃げ出したら、格好がまた来る。ディーン。金叹号。え？要变身了吗？人の縄張りで好き勝手してくれて、ここは私の学校よ。一体誰の許可を得て暴れ回ってるの？問号。失せろ。惊叹号問号。人は愚かで、身勝手で、そして弱い。
だからこそ私が見守り導いていく必要がある。過ちは防ぎ、欲望は裁き、罪には応報する。綺麗なものも汚いものも全部まとめて受け入れると決めた。だからこの場所は壊させない。フラグメント、なんで？ひなちゃんの思いと共鳴している。マオ、私はあなたの考えを認めるつもりはない。あなたがやったことは許せないし、理解できる気もしない。でも一つだけ、根本の部分に同じ思いがある気がする。这才是骨干，这才是比较正好。この世界を守っていきたい。啊，あなたは。也是，这是不是要完结的节奏？聞くまでもないわ。私は私のクラスを、学校、アイドル拯救世界。ずっとそうしてきた。これからだって同じよ。难道是要完结的节奏吗？应该不是吧。あなたと一緒に。あれ？啊，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了。倒せるの？マオが力を貸してくれるなら。いいわ。協力してあげる。糟糕了，麻央难道是正宫？莱姆，指輪を。这样我们就订婚了吗？对，错痛了。无人机。武器がパワーアップした。マオちゃんの力？でもこんなすごい。すごい。今までにない力を感じる。力があれば。是魔偶印，这是什么剑？剣士を完全に倒せるかも。うん。二人とも、行くよ。关于连续技，由于武器的强化，因此连续技的可使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关于联手攻击，如果接连使用三次连续技。于连续技最后便会发动协力技，协力技为非常强力的攻击，所以请累积艾提尔能量条，看准时机使用吧。很棒哦，这里的情绪先一靠腰。みんな頑張ろう。距離はまだ余裕があるね。今助けるからね。一万两千，連続パンチ！ベン！あのコアをなんとかしないと。Thank you.
我突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欸。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就来能量充填吧。負けない。差太多了吧？4444，意外底很弱啊！天人啊，这个。把游戏关掉三小。心配ないわね。好欠哦，根本不用。那为什么？就恭喜你吧。この一撃なら。ほら、お願い。我 critical 6623小，6624是什么？これで決める？为什么按下去就声音就换了？猛猪神拳，小熊认真出拳攻击，我们来试试看。哇，这猪不对，这熊怎么变样子啦？2410，感觉还好。觉得普通哎，没有很强哎。处决呼叫，哭的吧你！看这个比那个还要强哎、欸，好精哦，八千。
没有 critical， 可打好多下、哦。我觉得我是等级碾压。我也不知道，超级盾牌投资三角，超近，在面前。自己补 MP 了，靠自己，靠自己 MP。哎呦！今助けるよ。ありがとう。好少干。まだ戦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よ。気をつけて。我觉得小熊样子变了、啊，是因为武器升级吗？看我小熊变丑了，是什么东西呀、啊？看他死了啦，白痴哦、喔，没有邪力技了。看他死哦、喔。不到邪力技，三位一体。看动画时间，是否？やった。倒せた。倒せた。やったね、イナちゃん。すごい。本当に。接下来还有三只要打吗？私の力のおかげってところかしら。骄傲呢？何よ、面白くなさそうな顔ね。私のことを気に入らないんだろうけど、礼くらい言ってくれ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
あなた一人の力じゃない。ひなちゃんやみんなの協力があったからできたこと。あら、そう。じゃあ次からは私が協力しなくてもいいのね。二人ともやめて。せっかく原子を倒せたんだから喧嘩しないで。マオ、ありがとう。あなたのおかげで学校を守れた。お礼を言うよ。これからも一緒に戦ってくれる？どうしようかしら。その子が今までの暴言を謝ってくれたら考えてもいいけど。最短鼻子翘脸ね。冗談よ。そんな目で睨まないで。お互い今までのことを謝罪して、仲良しこよしで共同戦線とか気味が悪いわ。学校を守るためには相入れない者同士割り切って協力するしかない。そ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いいわよ別にそれで。ただし、打通電話就有空虚。一つだけ条件がある。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日菜只要交给我。没有了。文化祭の演劇の主役、あなたがやりなさい。え？なんで？だってまだオーディションの結果は。あんなもの、私をこの戦いに引き入れるための理由付けみたいなもんでしょ。目的は果たしたからいいじゃない。というか、本気で私を主役に据えるなら、他の役も半端な演技じゃ許さないわよ。全員授業なんか手につかないくらいしごいてあげる。それでもいいの？みんなそこまでの覚悟があるようには見えないけど。というわけで、あとはよろしく。私は引き上げるわ。これ以上の馴れ合いは真っ平だし。マオ、本当にいいの？あんなすごい演技、真剣に役と向き合わなきゃできないよ。本気で人魚姫をやるつもりで役作りしてたんでしょ。クラスのみんなも同じように感じてたと思う。なのに勝負の結果も聞かず降りちゃっていいわけ？点点点点点。私、あんたのことが嫌いよ嫌い。本当虫唾が走るくらい、そのアマちゃんなところが勘に触る。でもこの指輪からあなたの心が流れ込んできて、気持ちが感じられて、こんな世界もあるんだって思った。温かくて柔らかくて穏やかで、そんな心から生まれる演技がどんなものかと思っただけよ。まあ技術面はお話にならない。怎么觉得怪怪的？你讲出来怎么怪怪的？夜间特训。せいぜい精進しなさい。本気であなたの世界を表現したいな。我不是很想要他夜间特训的。ちゃんと相手に伝わ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ね。なんか変わった子だね。ひなちゃん、よくあんな子のフラグメント固定できたね。うん。でももう一度やっても同じように分かり合える気がする。マオはもう一人の私なのかもしれない。周りに救ってくれる人がいなかった場合の。それでも世の中に絶望せず前に向かって、私だったら同じようにできたのかな。今だって足が治る希望があるから頑張っていられるけど。何はともあれここまで来たね。原子も倒せるようになったし、あと少しで世界が救えるよ。世界就快要能成拯救我的脚也能。これであと3体か。第八章结束。最后几章？12章吗？
れ。为明天做准备。哎呦，还有晨练呢。明天文化祭的练习要努力，做好晨练的准备了。啊，照照镜子就可以完成晨练的准备，了不起。起口，压力闹起。毕竟总得有人在幕后帮忙吧。真可惜。那么说也是啦。那接着下一幕，好了，大家还不快点动起来，动起来。哎呦。福利画面。你小心跟来吗？说他们能算出来，远走来袭的时间。每次都会像突袭，我也是不知道啦。辛苦了，小翠翠，你表现得很棒哦，谢谢你。那样还差得远。妈呀，既然要担纲主角，就得拿出该有的演技。从明天开始，我会更严厉地训练你。怎么，还是你认为办不到？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开心。这个脸说很开心，开心？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以前在芭蕾发表会前也是这种气氛，让我有种拿兹卡戏的感觉。是菜子。好，那大家明天一起努力吧。刚刚的确是被突袭，没有错吧？亦可前往可梦的中央领域，随时可从屋顶的入口前往可梦的中央领域。前往那边要干嘛？当熟练地使用新武器吧。吃点心要适可而止，游戏时间一天一小时也太少了吧。形体自卑连情节，以小戏使用协力技，一天要玩48小时，一天哪有48小时啦？丑话说在前，我非常的讨厌你。我是要成为好朋友吗？干！新的，哦，铁之原则，睡梦于一定时间内降低对象幸运，好生气。
然后后面那些丑花怎么一回事？我说一家，那是菜子怎么了吗？奇怪，他跟平常一样。我看你一直无精打采的样子，所以很担心。你稍微打起精神来了吗？我已经没事了，不好意思，还让你担心。我只是想法有点太钻牛角尖了，如你所见，我已经自己想通了。这样，好啦，今天也要去社团活动，那再见喽。你小心点。我看他好像恢复精神了，应该不需要再担心了吧？你该回家了啊，是菜子。林真灵，你怎么了？这么慌慌张张。你有没有看到黎家社团活动进行到一半，他突然不见了。黎家，他去社团前我还跟他聊了一下，但他没来我这呢。他到底跑去哪里了？他书包在社办，我想他应该还没回家。我一起去找。谢谢你，日菜子。跑了不少地方，是不是应该先跟真灵会合？跟你说，在体育器材室啊，结果在屋顶要跳下去了吗？那找到了黎家，菜子，黎家，真灵他们在找你啊！社团活动途中，你就不见人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听我说，我明白了，我根本就一直很一般，没有办法成为特别的。一般的不是我，而是大家。黎家，你坏掉了。因为大家都跑得越来越快，而我自己完全没进步。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我并不一般，对不对？我终于不一般了，我并不一般。你听到我说我肚子了，傻小，又坏了，不一般，我才不一般。他失控了，我得前往可梦才行。别气加笑了。这是恐惧与惊愕的感情。原来离家之后不希望自己很一般吗？甚至到让意念碎片失控的地步。我现在让你久等了。推下去画风就变了，真的。戦闘開始！戦闘開始！よし、どんどん行こう！今助けるからね！这不是自恋吧？这是绝望吧？兄弟一家速度训练起跑的速度，干，怎么感觉超级猎奇的、啊？我切，还没捡到啊，大哥！最
好事啊，想得头头是道。お願いね。お願いね。哎，熊都不可爱了，丑哎、欸。早く次に行こう。小熊好丑哦，怎么会变这么丑？好难受，香菇哦，干！グレープウェイブ，他的那个。帐也变得不一样了，上面多了奇怪的东西。うまく使えるかな。独特之角。消耗 HP 攻击。よし、できた。よし、できた。又要慈爱之翼。ちょっと考えてみよう。感じかな。よし、できた。又没有彷徨花花瓣。碎片，这是小黎家的意念碎片对吧？我想处在失控状态的那个就是了。好，我们快点干跑魔物吧。面倒くさいな。面倒くさいな。どうしよう。
and darkness.魔物都不见了，很好，下次再把意念碎片固化吧。我搞你不是的，好羡慕大家有天分，我忍不住会比较，所以就要大家让我好难受。是不是只要没天分，再努力都没用，就算努力，没用的东西还是没用吗？宜家他付出努力却没有得到成果，所以觉得很不安，我好害怕。咦？ 因为我这么一般，我会羡慕会嫉妒会去哪天，我会对谁说出讨人厌的话。我已经受够这个一般的自己了，还会嫉妒朋友，还可能会伤害别人的自己。其实迪迦并不是讨厌田径社的同学，他讨厌自己。但在这之前，他一直想做点什么让自己变得不一般。这次失控不只是因为他受够一般，也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可能会伤害别人。 努力一定有回报的，这句话有待商议。既然胜利结束了，我们快点回去吧。嗯，说的也是。我不想当个一般的人。宜家，你之前不是说你喜欢跑步吗？嗯，我喜欢跑步，但是又跑不出成绩来。 大家都有进步，而我知道你会有羡慕的心情。不过，李佳，你是因为想跑出好成绩才加入田径社的吗？啊啊、有的时候，没有啊。有的时候你再努力，一定不会有。有的时候你再努力，没有回报的事情就是没有啊。 像人为国靠腰，不是因为跑步很快乐，因为一点一点收完记录让我高兴。没错，你已经找到让自己乐在其中的方式了，而且还是不用跟任何人比较的方式，自欺欺人。虽然你现在或许会介意成绩，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失去了输赢以外的乐趣啊！输赢，日菜子，哼，不一定啊，不一定是工具人啊。 迪迦，日菜子，啊，真灵，太好了，原来你在这。真灵，对不起。咦，你怎么突然道歉？我好羡慕大家，大家有天分，一点都不一般，所以我会觉得很嫉妒。我怕我一见到你们就会不小心说出伤人的话。走嘛，那就是你的理由。居然说没什么嘛，这里还不够过分吗？明明大家又没有错。 啊！我也要说一句，哇，超级嫉妒你的，长得那么好看。咦，是这样吗？为什么像我这么一般的一般人，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嫉妒的啊，结果你还自己承认了，傻小。因为你想想看嘛，既然我进了资优班，就算我哪天不想跑田径，我还是得继续跑，而且跑不出好成绩还会觉得内疚，像我现在没办法跑步，父母跟老师就给我很大的压力，好像能体会这种心情。没有薪水要告老板，废话。反而我身边的人都处在跟我相似的立场，所以对我来说离家你一点都不一般哦，哈。所以我才会羡慕你单纯对跑步乐在其中。森林原来是这个样子，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舒服多了，讨厌的心情也一扫而空，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愉快体跑了。呵呵，就是这样，无论有没有什么好成绩，我都会为你加油哦。谢谢你，日菜子，我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的。问题解决了吗？看来没有我们出场余地了，我们回去吧。真是的，莱梦也太冷淡了啦。我得立刻去练习才行。日菜子，麻烦你帮我计时。又来了。咦，现在啊？等一下，我会去啦，别拉我啊。哎呀，看来小菜菜暂时回不来了。啊，小菜菜和小佳，你们要加油哦。日菜子是瘸子吗？他还能走应该不算吧。做好晨练的准备了。今天起演其他角色的同学会正式参加，我们将以多数人进行排演。我会加油的。西田是旁白，可以照脚本念，放轻松，放轻松啦。我就负责拍摄来支援大家咯。那就开始播。还拯救那么多人，超厉害的瘸子。这是要把大家内衣看光光的节奏吗？干，早苗不要戴眼镜比较好看啊。大家辛苦了，我拍到好照片哦，就是现在的照片。咦，照片。你又在拍了吗？这算是练习过程嘛，搞不好将来会放在毕业纪念册里哦。毕业纪念册啊，不过才刚从国中毕业，现在是不是可能还太早了？希望大家能一起开开心心毕业。搞的学校都是玻璃，差不多了。哦，还可以反击。与完美防御相同，在即将受到敌人攻击前使用，便可减轻伤害并反弹部分伤害。哎呦，哎呦，太硬了吧，硬得跟石头一样大小。他后宫都盖完了，真的了。菜子，我跟珍妮一起被选为接力赛的成员了。咦，真的吗？太好了，黎佳，你努力至今总算值得了呢。话虽如此，对象不是全校，而是一年级限定的新人赛成员，而且珍妮的身体也才刚复原。哎呀，对自己有点信心嘛。而且我很高兴能跟黎佳一起跑接力。就是啊，我觉得你可以更有自信一点。嘿嘿，虽然我只是单纯喜欢跑步，但得到别人认同我还是很高兴的。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枚勋章，虽然很小却意义非凡的勋章。你看起来很高兴，真是太好了。不过我真正难关还在后面不是吗？对啊，之后还要练习缠接棒，当然还要练习怎么跑。呵呵，感觉一大一就我就会被迎头赶上了呢，我也得绷紧神经才行。呵呵，这下我更期待看到自己的记录缩短了。啊，你比之前更有干劲了呢。那当然，被选上
我就得跑出好成绩，大队接力看中的就是大家的努力嘛。说的也是，期待你跑出新纪录。嗯，包在我身上，太可怕了。那离家好像解决了，勋章啊，都是因为离家一路努力至今吧，呵呵。或许下次会有更大的勋章等着他。Just running with the wind。于一定时间内降低对象的攻击力，猛的。话题。嗯。哎、欸，后脑勺很痛哎、欸。斗技丸，跳舞给他看，感到受够了，靠呗。玩偶搬家情报，之前玩偶都固定练，感觉很可怜，所以这次在地点上下的功夫，希望大家都能被疗愈。那里是几年级的教室呢？从这里可以看见整间教室，而且旁边有我的玩偶朋友跟我依偎在一起，感觉真开心。讲台吗？猝死！白警察的大事不妙了！咦，什么多了？我弄丢相机了！咦，那台感觉蛮贵的相机？对，就是那台感觉还蛮贵的相机，感觉还蛮贵的，其实真的很贵啊！怎么办？那台相机其实是我爸的产的，要被爸啊！咦，怎么了？相机就放在包包里。鸭子，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没有恶意，是吗？是吗？好想喝果汁啊！呜，改天让我请客吧。看白痴，对田径社的留恋。那个啊，你原本是田径社的吧？嗯，是啊，我就直接问你，对田径社不会还存有留恋吗？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意思其实我有各种考量啊，很复杂的。不知道吗？我明白了，虽然好奇，但我不会再问，这样就好。与其在意这种事，提升游戏整体还比较有用，我觉得。嗯，是这样吗？有用多了哦。知道了，知道，我真的不会再问。就我刚打那只杂种狗，像最终战。因为还没结束啊。在那之后你试着跟大家聊天了吗？哦，是你啊，很遗憾，完全没有。就算我想对话，要是没有话题根本聊不起啊。不用想那么困难啊，你只要问对方你想问的事就好了。比方说你有没有想问我的想问的事情啊？这个吗？我对可梦还有反向者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知道与感情密切相关的事物应该也有助于理解感情。可梦和反向者是吗？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可以把我知道告诉你哦。真的吗？那就拜托你了。你包在我身上。嗯，可梦里面也有自动贩卖机与平交道这种乍看下与精神无关的东西吗？小西他们说可梦是由记忆
意识累积的世界，所以或许是根据我们记忆形成的吧。所以脚踏车是根据重生的记忆吗？原来如此。假设可梦从很久以前就存在了，那么随着我们改世界的变发生变迁，可梦也会因此改变喽。对啊，毕竟100年前应该没有像现在的自动贩卖机。我们的记忆，那么里面是否有我们不认识，算是可梦独有的事物？可梦独有的事物，那世界的景色本身就超现实。不过，如果光看树木和时间的部分，的确大多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啊。不过大概只有魔物没在现实中看过吧。魔物，我记得那是东西会试图破坏失控的意念碎片，对吗？什么皮卡丘跟皮卡丘有什么关系？看，你知道不能在超市直接把水打开来喝。不过像有些，好像有些我有看过那个国外有就是便利商店之类的，打开然后喝，然后付钱这样。看，不要乱说皮卡丘怎么了啊！对，好像是可梦受到原种影响发生异变，魔物才会因此诞生。原种影响吗？而那些魔物企图破坏的意念碎片会成为反向者的武器。换句话说，意念碎片会对原种造成威胁，所以那些魔物才会出自本能地企图破坏它，是这样吗？真想亲眼见识一次，那样太危险了。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不过无法亲眼一见的东西就没办法了。下次如果可以，我会看仔细一点的，是吗？那我拭目以待。在那之前，你就多和其他人说话吧，像今天这样就可以了。像今天这样，我明白了。那么我会去找了解你这名反向者的人，对他们尽可能地发问。慢慢者，拜托你别这么做。他这个就是那个啊，他在做研究啊，人家 IQ 300呢。怎样？外面下雨是不是？心念一转，成立新团体三雄。死亡新居啊！为什么你到处找人了？我好像听到什么危险的单字。幽灵死去，你们该不会在聊死亡新居？哎呀，白井同学，你没错，你说对了。因为他问我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弹好钢琴，我想果然是死亡行军吧。之前他不就是因为这样才累倒，还被骂了一顿吗？或许人类还是要达到极限状态才能超越界限。我也曾经彻夜进行过研究，但还不曾有精神被逼到极限的经验。你有差点饿死的经验。如果我也经历一次那种死亡行军的感觉，应该就能理解人类接近捷径会极限会有什么感情了。尤里，莫非你也想实践死亡行军？那是最后的手段。干，我错了。这个选项最后再考虑比较好啊，说不定你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就会了解了啦，是吗？不过你想想啊，万一加深对一般感情理解不是会比较重要吗？万一因为死亡行军搞坏了身体，你就会忙不过来了。这么说有道理，好，打消念头。不过我对人类极限状态突然产生了兴趣，最后还是来实践一下好了。不行，看来阻止不了。看来我也还是做得到这个地步吧，毕竟要先接近极限才会超越极限嘛。原来如此，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作为参考。